唱会呀、啊？有咩星啊？喂，嗌回水住，我哋个发布会正过演唱会，产品新奇冇皱眉，带你睇过唔会灰。有咩好嘢啊？小米四四，我们的使命是什么？做每一个人都买得起的好的产品，是吗？所以这一次我坚定的不移的把小米四定在什么价格？像小米四这样的工艺和手感，好十六G版卖1999蚊人仔，即系2500蚊港纸左右啦。部机有5寸 mon， 支援 4G 四核心，同埋超足苹果嘅不锈钢边框。啊，君君仲自爆啊，成日拎小米个外形同 iPhone 比较，睇真啲，哈，真系有啲似咁噃。其实比起小米三，新机嘅规格都唔系好超乎想象啫。香港用到的 4G LTE 版仲要年底才有啊。最超乎想象的是阿 Steve Lui 啊，好大的口气啊，话出年小米手机啊出货目标是1亿部啊，咁啊令到收入突破1000亿人仔啊，仲要真系咧挑呢个三星同埋苹果嘅机，进军印度、巴西等等金砖国家。佢啊，佢唔用李斯德林，苹果都好有信心，话要将新机嘅前期产量加埋去到7000万至8000万部，希望喺三星手上抢翻啲大帮客、啊。咁究竟呢场手机大战最后鹿死谁手呢？请看下回分解。